商量。好像也没有很白，刚刚八方比较白。这里能白色就是了不起。你看这一段还不是白的，这一段根本就绿的。然后上面那个晒一天，晒个半天也变成那个。现在血质看起来很好哎、欸。没有哎、欸，这边有点秃哎、欸。我是说血质哎、欸。质地好像还不错，至少不是12度。啊。这也懂。这里一点都不懂，只是血好薄。有，它在喷哎、欸。哪里在喷？我看到那个机器在喷。从旁边喷到中间了、啊。对。哦，这补血。好薄哦。这里很简单，但是我在考虑到底要不要滑下来，因为你滑下来，最后到达这个终点那一段，你要用走的。我觉得好像没有必要来体验这个下山 course。你觉得嘞？你问我。对啊。我不知道。我不知道来这里到底能滑哪里，他刚那样整个不就是滑下来的路吗？还有背后啊，背后风景路线啊，这次来看风景。今天只要有看到风景，然后吃到哪一间就可以了，消耗这张票。好小气哦，还不能退票。没有，我猜应该是开出来的关系，在开出来之前。Thank you.
点化掉之前好滑一次，好，就这样。好，我要戴帽子了吗？把头发戴帽子。要先把头发吧。我腋下也打开。我觉得今天会是这个散热孔打开以后就要凉快。我的拉链头卡住了，很奇怪，抓不住。我会热死。到了。真的假的？到了。我还没带。好，带我的面具治好了。打开了，耶！再开这边。耶，打开。好了，你看，看不看到对面？有没有看到对面？颜色都不一样。好了好了，到了吗？到了到了。那我还没戴好。慢慢戴啊。你不是刚刚这样说？好好，也可以。你刚刚不是这样说？我本来是想说热身在滑下山，但是现在滑下山有个好处，就是不用走路。啊，好，不用走路，他们可以吗？对，慢慢的就可以了，绿的啦，绿的。我裤子还是没有拉好。哦，好啊。你这个，我等一下啊。妈妈，先帮你拍一下。好热。板板呐，板板，你又忘记了。放板，滑走。你不会滑走。你那天就滑走，再那么不抖都滑走了。是意外。你没有养成习惯就不叫意外，你每放一次就。你的裤子没有穿好哎、欸，你的裤子那样不行，你黑色要包住鞋子。那我帮你穿好不好？都要自己穿啊，黑色有一层。黑色有一层包住鞋子，外衣袖外套在外面。对啊，你那层没有盖住。要包住鞋子。我们把它包起来，快点给它取暖。对，套住鞋子。对。套下去一点，再套下去一点。够了啦。为什么这个绑得那么紧啊？因为要把那个要卡的卡进去。好，收起来。好漂亮。全景吗？人吗？人也可以啊。人像刚刚好。来，可以。好了。你要不要？多少油那么好啊？你让你右手脚还是很高。好了，这个是套进去的啦。怎么套进去？
拉不起来。可以啊，那层那层有松紧带的，要包住。这个不要重叠了。包住他的鞋子。算了。好了，拉起来。不要一开始滑下山了，我们滑去这个缆车的下面。哪一个？那里我怎么觉得好像？怎么觉得地上烂烂？全景，那个就是小尖峰，有吗？めちゃめちゃ閉まってますよ。你要怎样？就这样啊。哦吼。全景。对啊，这里可以拍啊。这边那是八方吗？我不知道八方有那么近。我看清楚，那八方的缆车嘞？对啊，你没有你。哦，他要走嘞，他往上走，手指哦。老板，你可以先滑，滑到那四个红棒棒的尾巴，你可以先滑走，到那里等我们哦，四个棒棒的地方。有人滑过去，丑丑的。他进步了嘛？其实这里的雪地也比较好滑。很平啊，昨天摔死人了，后面跑一堆雪就摔。你也是，你先滑到四个棒棒那里等，你先下去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比较慢啊，你们先走啊。
前不是中间有个树吗？我都没看到树嘞。等一下啊，这里断了，你们根本就可以拿360出来大家行吗？对啊。嘿、等一下，谁要开360？好啊，先下班，先下班。这不是八方，这是什么？哪个树？那里有6棵树。哦。哪里啊？就都是黄色的、那個。被黄色底下被黄色包的地方。哦，那里啊。下班的地方。很松，没有压雪。这里很陡哎、欸。很干净啊，对啊，但是我好像都是滑行哎、欸，我都不是认。对对对，你要尽量弄成一条线，这种斜度的话，你就尽量沿着那个轨迹走，一次试一脚啊。人工瀑布美好真美。摔倒了，重心不够强。你还不是你自己回头看，你也不是一条线。你以为你是哦、喔，你不是，你也是那个。好啊，我刚没有到100%啊，单脚的话会有点滑行。好啦。
样，但我完全不记得这个坡哎、欸，我完全不记得这个坡。忘记了，真的忘记了，那时候风雪太大了。撑自己撑太累了，但是我今天脚完全没事，我脚 OK。我们的脚是有锻炼过的、啊。对啊，昨天的问题都是手爬不起来，手真的爬不起，脚光用脚上起来，他们就要被晒掉。这个应该会从头到尾都安全，他是在阴影，所以没想到直接就看到他了。我刚刚看，我觉得我们面的那个面是沙卡。哦。所以我看不到公公。对对对，因为我发现他是最右边的，然后沙卡好像也没人在滑，因为沙卡下面没有。漂亮，很有上次那个横松山的感觉，就是树很近，然后很多。那里的树也比较多，这里都没人。我等着中午吃咳嗽，我刚刚有看菜。哦、是咳嗽哈、哦，我刚开始讲不出来，不是你要说咳嗽吗？酥皮的那种东西，不是酥皮的那种。你要说咳嗽，我以为你要说杯狗。不，我讲不出来，脑子不好使。往右一转就是同样地方。好。
什么？六 C 也可以去，但我不知道是什么。A B 就是我们那 A 就是那个滑行的，这样恐怖哎、欸！啊什么？最后到站了，然后还晃大下，把我吓一跳。这个是变速轮啊！搞几下子？还好啊，还好。来了。再等一下，哎、欸，都到了吗？还没有吧？他说他们几个都说这边好赞，这边很漂亮。哎呀，真的很漂亮哎、欸！本来没雪，是一直安排。谢谢弟弟的安排。昨天的雪，要是昨天没有那个雪，今天秃的秃的，就会是绿，就是草秃的滑草。没有啦，没有到草，就是这样而已。但是他记得走左边啊。你带路好不好？你就叫人家先走。刚刚那里都松雪，我就没有去。等一下，不是我有去啦，但是我靠到旁边，现在都松雪。等一下，你仔细看，我觉得这灯条嘛，反正四条，对不对？最右边沙卡，哎、欸，那个雾雾的地方，那个雾雾的地方，我们看得到，看得到兔坪吗？哎、欸，看到了啦，我看到了，在阴影区那个像餐厅的东西，有没有？在阴影区那个像餐厅的那一间。餐厅，我有看到一个黑黑的，但那个是上面那个屋子还是下面那个？没有，我是说平行高度，跟我们眼睛一样高的地方。嗯，我们之前的餐厅跟拱多瓦站在那、啊，是那个吗？阴影的地方，什么叫现在可以上去？哦，你说八方啊？八方，那是八方啊。哦，那是八方哦。对啊，我们的餐厅呢、啊？所以那里还是一团雾啊？没有雾啊，雾是上面、下面这边，下面我们没有雾啦，今天没有雾啦。完全没有雾啊！哦，你说那个地方就是我们吃了好几顿的那地方，不是下面就对了。餐厅啊，对啊。哦。然后上面还有一个餐厅。黑色的，就是、你们后来再上去的话，就是在雾里面。对对对，完全没有雾。右前方那个女生下去了，很远的。啊，都好了，好，拜拜。要用吗？你现在才在弄，大家都。哎、欸，等等等等。怎样？他要拿那个。Insta 好，拿出来啊！拿出来 ，Insta 拿出来了，可以背。谁要拿？对，现在拿。我们谁要拿？我拿好了，你不要拿，我拿。嗯、我想说，小朋友拿，他们可以吗？不行。他们拿学，他们学，他们学板呢、欸。不然叫舅舅拿，我要带路。现在很难拿、欸。舅舅拿。那我要，我这样你就拍不到啦。没差，你要跟我指挥要往哪？姐，这样帮你拿。不用，我都这样拿就可以了。你这样可以。等一下再给你拿。待会下一趟，下一趟。所以这一段让舅舅介绍一下环境。滑雪板根本就拿了就歪一边啊！真的哈、哦。没关系的。该冲跑了。啊，今天天气热，他应该会撑久一点。哈哈哈。那中午再来冲啊。这样超没用的。莫华，你前面，但你要告诉我往哪边。不会太长。太长了。不会。太长了。好，开机。太长了。不会啦。最长的 OK 啊。我们都拉最长、欸。是哦。对啊。这样有开始录了吗？两点开始录，按两下。你刚是拍照，他是用那个慢慢闪的。好 ，OK， 好，一万大 K 出发，走喽。
等。大家要大家都拍到啊！你们跟我跟太远了啦，跟近一点。对对，自己练习控速，控制速度。走，我有看到。好，走了，走了。我在想说，我看一下，有在闪，有在闪哈。有。你要先吗？雪不多，雪不多，所以雪不多是要走哪边？知道了。好，直走。嗯，那边是走哪里？他们都要走路呢。哇，那树还在掉，别下来。这里真的好漂亮。讲要直冲哦，为什么？因为很平，有点向上，就跟那个红色最后一样，要直冲。不怕，因为你滑雪板啊，没办法、啊。来来来来来，黄色箭头或黑色箭头那里就要开始直冲了，不然前面你就要推死哦。好，好，你们两个，那我我。走了，关掉了。什么？关起来吗？先关起来吗？所以我说，雪板不好跟啊。没有很好跟。那是你可以啊，翻板不行、啊。翻板比翻板快。我们在黄色台冲哎、欸。哦，这一块很漂亮、欸。那待会待会再打开啊，等他们过来。坐那个缆车上去用卷轴。一个。我在哪里？在那里啊，它背后是这个、啊。姐要不要来？你转个方向吧。好、啊。屁股痛。拍照时间。哈哈哈哈。不要拍哦。你来。那个黄黄的，没差，挡住。你们根本没拍下面啊！我来。哦。我要旁边一点吗？不要，你完全不要动。你们要过来吗？快点。你不要动啊，我来动。都是你这样，你这样。对啊，他可以拍得到他吗？可以啊。因为他站起来很危险。
这样很刚好。再换人像 ，baby 还不够近。我要拍照。妈妈来拍，快点。刚刚过来这里。快点。他说我想过来，可是我过不来。没关系。哎，跑掉了。先用屁股爬上去啊。行。来，屁股往那边爬，往左边挪，来。屁股挪了，大概十五下都到了，挪一挪。哎呀，我先拍。嗯。好，可以。那你要我你要不要我帮你？没关系啊，我没有没关系啊。我爸爸来了。爸爸、哦。这样也可以啊。你怎么想起来这个方法了？设定九五。对啊。好，那你就站着拍，你就站着拍就好了。你站着比较帅。你过来我旁边一点。你要站到哥哥背后才行。对。再上去一点，好，那舅舅旁边，好，好，预备，三，你也想站起来，来，三二一，好，我帮你拍啦，你跟舅舅，没差，没差，我们等一下可以滑过来再来拍，好，走吧，走吧，好，我再拍，前面是左转哦，前面稍微，稍微抖一点点而已，一直拍一下啊，这里有这个。我后面的山跟这个树我都拍到了，拍的，很美耶，这边。然后再拍一段，好，好少，好淡哦，包场。因为这里雪很少啊，大家都不来。不会很少啊。其实很少，下半部很少，上半部。好，等一下我们会很难滑。我要开始喽。好。跟好哦，更近一点。蛮好哦，你们两个。记得了，你冲到那里看地图，然后往右走，这样，对不对？好。前进，有点慢哦。停下来了就倒霉了。哎。跟他们讲，他们会害怕。啊，周少宇摔倒了。撞在一起啊。等一下，下半部这边看起来很害怕的地方，请往前直冲就好。
最后你们会冲到我这里，就会完全慢下来，不用刹车，也不用转弯，直走往右边，看到我停下来就好，直冲就可以喽。他们在忙，可能没有听到。撞到了吗？你跟哥哥撞到吗？摔倒了，撞到前面。好，继续冲，继续冲，冲这边血是中的，是不是慢下来了？要是跟大家一样那么急转弯，你看那里刮掉多少？对啊，就是不知道利用地形。啊，这边就是慢的。他撞到头、喔，整个往前摔。他怎么了？要休息吗？因为他速度太快了。然后那个又比较多一人一人，他可能卡到了。接下来就没有再更陡了。头他脚没有抬高。脚没有抬高。说别人。抓到的人就抓。就那是脚尖的抬高，如果往这的话就往前摔了。对，就这样了。跟教练讲一次就够了，记得了，记得了。这就先走。好、哦，我关掉了。停下来。哦。哎呦呀！我操掉！要是其他人的那个滑板，你们之前哪这么漂亮？有，是我之前来雾很大。嗯。没有很陡。嗯。好角度。我也是都，我也是都塞不进去。我这在这盒子，我真。Andy。哎呦哎呀！两个都掉。进去吧。等一下哦。三二一。人有点暗。你知道这放进这个的诀窍，我也是要放得进去，我也是要搞很久。嗯哦、你不会啊？哎、啊，好了，挺的，突然就可以了。那也是我搞半天，然后放不进去，放不进去，放不进去。这里练习雪板，他们啊，他们俩看起来还可以啊。对啊，很强哎、欸。对啊，学得很厉害。天哪，一样好强哦。我们就不太行。好了，他们在等我们了。OK 了，你先啦，你比较慢一点。那我走后面好了。
舒服多了，那个好粗哦。那个是不是？对啊，就右边。刚刚你说什么也有开？这个也有开，对对。这里都硬硬的，下面都不舒服。很伤板子。我们之前滑也有滑过像这样的，拼命的，拼快。好热哦！对啊，拉开一点点，有点热。我要走去阴影那边整。你刚还好，你头还好吗？好。Thank you.
惨哦。对啊，这就只活这一趟而已。上午都会是这样的，下午更糟糕。嗯。看、啊，下山啊。我就到了。嗯。快叫缆车上了。对啊。你鞋子哦，不是一个洞，我还以为你鞋子在下面有一个洞。莫言安全帽是没扣，你戴着看起来很松啊？没有，明天就八方啊，你八方。八方，我们八方都还没有看到其他的地方，我们都只有看到兔坪而已。所以我们明天去八方哦。对啊。那我就不要滑。对啊，这个就来一天。明天这里雪更少，更难滑。有空吗？有啊。我看起来那么松。因为它已经收到很紧了，不能再紧。下去啊。然后里面又没有变成靠。宝贝，你要怎么宝贝？我要跟着你。宝贝就是要冲力小一点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下得这么慢吗？哦，其实这里还好哎，这里比刚刚那里好。这里没有，这里还好啦。太大声了，我就不想滑。
对啊，花掉啦，太阳太大啦。球
里面。那这样凉快啊？不是，我说胸口的口袋没有拉很紧，东西跑出来，很怕。好了，快到了。看，好漂亮。是。下的他都没有留住，哎，都没有 keep 住，哎，我们都已经算很，现在才几点，我们已经录一小段好了，而且这里人又不多，圆月的，现在才九点四十，现在才九点四十，哎，缆车上，哎，现在很早，哎，是啊，那边是梅池吗？啊，远远的那边是梅池吗？左边吗？右边，右边。哦，你的右边，我的左边，我觉得是吧？但是看不到到雪道。为什么会起雾？为什么？太热，整个身体在发热吧？应该是。你有起雾吗？Super set 哎。
组而已，没有。所以我们都改三月二号了。对，他说要帮我们改好。耶、yeah, ，全家人。全家人啊，不然。他帮我们讲可以。还是他假装本人。谁 是代理啊？我们在国外不方便啊，他有我的资料啊。好，我等会爬上来以后。开始都走了。然后走这一段就好了。妈妈，这里还没有穿。走从哪里？无聊绿线在哪？无聊绿线在哪？我好累、哦、那这里就没那么热了，东西丢这里可以在前面拍照，这里东西啊，只是这里好像都废弃了，好臭。下滑下去啊，背后也是。等一下是更简单的绿线跟红线，都很简单。然后记得不要滑太慢，不然可能要推。反正你也应该不会滑太慢，你就直直的滑过去的，对，直直的滑。你要拍我拍那个倒下去的，你要这样录，那找个洞，对，这里，等我。然后你要先预先开始哦，你说是这里先，不是慢动作先开始，我再倒。开始好吗？好了，开了。我手没戴手套。开始啊。哎呦喂呀、啊！有点硬吗？不是，还蛮后面的。嗯。我没戴手套。只剩一些机会了，你要等人家录啊，不然你就没有。等我，爸爸等我。哎呦，扶我！啊，不行不行，你手。拉了我了。没力气。来，拉舅舅是想要给他。
谢谢。等一下哦，帮我拍头，帽帮我拍头。哦，你的帽子都是呢。等一下，你等我一下。你头，你往上看。等我，等我。进帽子，进帽子。等我，等我。OK 了 ，OK 了。反正没有演那个好。我停掉了、欸、好了，好、啊、起来，好亮吗？我也想要哎、欸，我都没有拍过，我帮你拍、啊嗯、那 S 手放到这里来，更上面更松软，对啊，是吗？我帮你啊，你手机给我，先给你、嗯、我拿着，我拿着，我帮你拍，用你的就好了，好用我。他们两个又开始了。好了，周思，周少宇，溜不下来，太不陡了，不够陡。你不要抬到我这边。让我过去，这里我们要用。等一下，嗯，先拉好了。哎、欸，没有，我抬好就好了。哎、欸，你的头没有包起来，我不知道你会不会。你后面的帽子先折一折，等一下。还是你帽子刚好戴在头上算了，然后再整个它、啊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对对对对，比较上去一点，再上去一点，再往后推一点。踩稳哦，雪再踩，踩好、哦。可以、哦。大人可以，可以可以。可以我在你下面哈，等你。要正面朝下。好，可以了。等一下哦。好。一二三。你来屁股先下，作弊。我会怕你。到底有没有啊？就就有就可以了。有啊。坐起来就好了。好，很好。会翻身。很慢，真的很慢。作弊耶！屁股先下。不会怕。开始拍这个。我都下 S 了，你把它摸。起来。停停停！好，我坐。下来了，要拍照了。拍照。来拍照了，我们要来拍照了。谢谢。下来了，快点。这里滑不动啊，用跑的下来，用滚的，用跑的。快点，用跑。斜躺，横躺，滚下来。哇，都被你破坏完了。你要跑也要跑原来的路啊。用滚的，这样子斜的。好了，下来了。斜的，用跑的，用跑的。好斜，对对对对对对，这样可以。来，继续啊，继续啊！整个陷进去，被破坏光了。它是压雪机吗？压雪机。你是怎样游泳啊？企鹅啊，企鹅用肚子滑行。来，自由式，自由式。来，蛙式，仰式，全身都雪了。你家里就都是雪了，周少宇。来游泳，游泳，蛙式。哦，喂，游啊，手要滑，自由式，再滑，脚要踢水。啊，手在踢啊。滑呀滑，虽然很短。滑滑，快滑到了，快滑到了。我有。好，抵达终点。我帮你拍。到了没？哎，我没戴手套啦。今天有戴手套吗？八拍，我没戴手套。好累好累，他全身都是。好来，我帮你拍。哦，没戴手套，没办法帮他拍。好了。满脸都是。没关系，继续，我们这样拍照，我们赶快来站成半圆形。快点来。来交给你。不是要背面是这个，这个、所以前面是这个。对啊，对啊是啊。来了，拍照了。你也拿掉了。哦，好、啊，随便。来来来，后面都是树，呼呼，一整圈都是树啊！来喽来喽，不用拍啊，全身血拍进去啊！我看过之后平的就好了，没有平的不行，对，真的吗？平的绝对不行，不要大 U 啊，这样子，不要太 U 吧，不要太 U， 不是小孩子都跑掉啊！你们不要一直变换动作，就一直跑队形。不要你们那个自己要知道自己站的点，不要太前进，不要太后退。这样子，
然后棒棒也不能左右。我在这里吧，我跟弟弟的中间吧。没有啊，你是右手，这样刚好啊。然后会有这个动作。好了，有开了吗？没有，我没有开。就是因为太低了，我觉得他们变好大只哦、喔。没有了，他们自己站太近。好了，准备喽。一二三，一二三。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会我脚很大只啊！一二三，没有动作了，够吗？没关系啊，等一下，因为现在好早，我们大概十点半休息，然后看一看，看一看。十点半休息还是吃饭？休息。啊，吃饭啦！掉这里都可以啦。我很怕，我怕吃餐厅吃不到没位置。他十点半开始卖。对，人那么少。要路吗？好，继续找路。要路吗？谁要路？这边后面漂亮吗？后面可以拿得路，后面很简单。很简单，就让我慢慢走了。不要再进去了。对啊，什么？我那个同蝙蝠啊，搞定了。对啊，而且人家八点半才开，八点三十就开，改好了、哦。可是没有儿童餐哦。我说没关系，他说因为全部改冷餐。我说没关系，没吃都没关系。哦，就是不加热。对。哎、哦，哦哦哦，要需要查啊，还是等会再查就好了。等会。不要查的、哦，吃饭时候再查就好。可以穿哦，你们可以滑得动吗？滑得动。要到前面才可以穿，这里还不行。我们是要用推的，你没办法。你们用走的，你们用一只脚滑可以，可是不能两只脚都上去。Travel document， 三月二号。你的出来了。出来了，9:50。OK。大雨大，这里滑得动。他要帮你选位吗？把那个电用完，没事，你起来一下。啊，我的鞋子！你怎么了？我这个板子很不好上啊。下面有吗？没有啊，下面没有啊。对了，拿这只去吐地吧。我的 deal 也很牢靠啊，去帮我付钱，我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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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钱学费付给他。
那边是 Park。Park 就是那个可以飞起来。你要先走 D， 还是先走 C？ 这一段是绿还是红？绿色，绿色，绿我要先拿。我们之前用力的推，推到不行。红的我再冲。我会想是要冲啊，这要冲，要冲很累。对，因为后面就是要走一大段路，酸死了。所以这里就一路冲。因为这里很平啊。后面啊，你跟他们讲什么时候要冲啊？到处都要冲啊。你要这里就要开始冲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你冲，我就跟着冲。好了，大家都要准备好、哦。板板呢？这里，这里，等一下。不对啊，他还没好。有板板就没办法冲了，一个人留下来顾他就好了。那边就没池的绿色了哎、欸，绿色那个屋子啊，中明的丘那边看到了，哪里？绿色那房子就是一个小坡啊，嗯，那就没池了。啊，那是没池，这么近。啊，再远一点，红色就是口琴啊，对啊，口琴啊。哦，哇，真的好清楚哎。慢慢可以吗？还没，还没穿好。等他穿好。等半半，不然他等下又急。等下冲上去左转。你们的记录是你跟 ZZ 的嘛？对不对？什么意思？然后我说他寄给你的是你跟 ZZ 的，我刚没看，我没有看到什么。没有啊，因为运霞帮我们改好之后，定位组还是会再发一个 mail 给我。嘿，就是说要等那个改定位，然后巨巨他已经先收到。哦，他这种改好就不会被任何人改掉了吧？年前哦，他还跟我收球，还要跟他去球场呢。好，对啊，两个人啊。对啊，我还去跟他球场。哦，我要拍哦。哦，慢慢。他们两个不能在一起啊。慢慢，你等爸爸。慢慢，你们舅舅。舒服吧？啊？进去滚一滚啊！舒服。舒服。我们大概要休息好一阵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两个在后面，快不起来的。还是我们先滑到最下面。要就在这里休息，我要拖着板坐下来休息一下。挡路啊！休息。这有些人会急转弯，你那有点挡路。我刚刚躲到。还是要接下去，接下去他们这里可能扛不住啊，给他们安心一下，休息一下。你要走了？我没有啊。来了来了来了。来了
接下，这里留给他们，让他们自由转弯。从右边拐，从右边拐，从右边下。走吧，走吧。算。还蛮好滑的，今天。对啊。那你怎么走路？接着下次走 D。刚刚走的是 C。好，这个 D 真的可以走哈。都可以走。我只是上次推了半时。现在才十点零六。啊。ホテルで国内旅行も割引といえば、答えはこちら。はい、盖城堡。You're building a castle? かわいい。他会做城堡啊。嗨嗨，这里没有画。反正出去要直的，教练不是有教，他有教我要直的。对，好，可以，你可以挂着啊，你不知道扣什么？是拿扣子，拿拉下有拉吗？拉什么？拉下来呀、啊？什么拉下来？不行。不用，这没有坝啊，这根本没有坝、欸。看一下，这没有坝。不会啦，过稳就好。我之前我们都滑这个，他现在没有开，就这样滑山谷哦，这样冲上去冲下来，冲上去冲下来，嗯，很好玩。就冲冲冲冲到斜坡上，再噜噜噜下来，然后再滑下来。这个之前我来就没开了，
现在更长。不知道是自己偷滑，不知道是今天滑还是前几天滑的、啊。这个湖很好玩，不会危险。看吧，他想学你啊，可能想学你。诶，这是脚印吗？比较大哎、欸。你觉得这是脚印吗？这个，那个。哦，有像哎、欸，比较大的东西。熊比较大，熊的应该比人这个长得大。天哪，我没有绑起来，小球球，我一松手就要掉了。很多小球球，很可爱哦。看不到。什么？看不到什么？小动物、哦，很难哦。滑这么久的雪，我也只有看过那么。而且我是看到日记的影片，我也不是真的亲眼看到日记看到一次。日记看到什么？小兔子啊，就这样咚咚咚从前面跑过去，跑超快的，好好。嗯。看一个小兔子。对呀、啊。东张西望。这里会有鹿吗？鹿哦，应该有。刚脚比较大，我就觉得是鹿。小小的鹿，这个嘞。腿很短，这个也超小的。这个人是雪球鬼，那上个日记不是有说？他说他，我问说，哎、欸，怎么那么小？他就说那是雪球，都没有雪球。你看，你看很激昂，你就看到前面有一颗球。你看小的，然后前面有一颗球，有没有？你看，哎、欸，有啊，有颗球，一颗球，一颗球，有没有？看到了，这个就哇，好厉害！好大只，这个是什么？没有。这个，这个。对呀、啊，又不知道他走哪去啊！走走走走走走走，走走走走走，走走走走进去了，就不知道去哪里了。那里也有。没呀、啊。走走走。对呀、啊，走走走，不知道走哪去啊！那走上来了，他穿过这个，看走上来是还是不是？这是滑雪的痕迹吗？不知道哎、欸，好像是哎、欸。嗯。你会从这里滑啊？好可怕、啊！也是连接的，不能会。嗯。S 型的。嗯。好强哦。嗯。好危险哦。你看那里那么多痕迹。应该是那个雪板的 ，snowboard 的。小脚印哎。那是球球，球球，你看不到球球、嗯，终端都有一颗球，就是雪球。这个脚印。哎呀，我知道会走哪去啊！大脚脚。好、哦。这个嘞？这个。也很像动物哎、欸，又进去了。进去了。去哪里呢？更里面呢、欸？它往更里面走。哪去啊？都看不到。它动了，我们就会知道。它一定也不敢动。什么？什么隐形？它不动，我们就看不到它。嗯会不会突然出现一只大熊熊？那就会上新闻。没有，画人吧。有可能有地板上凸起来，那有可能就是有人躲在里面，有一只熊熊。熊熊冬天在睡觉，不是冬眠吗？这个也不知道是不是三只 一组的，对吗？三只一组，不知道什么角色。好松哦。好
超松的，这应该很容易卡。这是拖滑。拖滑。这里是哪？这是。你能滑这里？我不知道能不能滑这里。也许可以哦。有人从这里这样滑下来耶。嗯，这。教练是说站着，站着，站着，站直，站直，然后就出去了。屁股要黏住。为什么屁股要黏住？因为内裤上。为什么？太湿了吗？没有吹。山里面没有风景、欸，而且现在太阳都被遮起来了。现在换一条路线，现在换另外一条路线，现在是走直岛。嗯，那现在可以滑快了。嗯，完了。嗯，大家都一起等一下吧。慢慢嘞，慢慢嘞。真的啊。等一下哦。就在里面。我到。他们在干嘛？他们在放包包吧。没电了吗？没有，把它收起来，没有要拿了。拨一拨，你的手套也会破掉，因为那个都是冰块，蛮粗的。要冲吗？对，跟刚差不多，你可以不要冲太快就好，到你习惯的速度。因为你们还要练习。练到厉害的时候，不管雪的状况是怎样，都有办法来死。那现在这里是雪的状况比较简单，在干嘛？在放包包。啊，我在干嘛？热拉开，散热中。
冲！直冲！直冲！我不要走这边了，太累了。你比较轻功比较胖吗？我觉得还好。啊？啊？我说你比较轻功比较胖吗？我觉得我还会动。我不会动啊。有没有什么？抬头啊，抬头哦，在车站附近应该有。你没钱了、哦，我有钱啊。因为我想说来这边看车站。哦，车子来了，车子来了，飙车哦。我累了，我要坐着休息。推死了！你刚才不冲，哦，累死我了，啊、累死我了。我有冲啊，没冲啊。很累。不用手来，不用手来抬。我屁股已经很酸了。所以刚好看到 email， 你说要选位的事情是不是？我看到那种定位记录是那种不是客服中心定。不用选位了，你要躺下都可以。屁啦！它上面有写机型吗？我是没注意看。管理行程。看得到了吗？我看一下。好像还是看不到。好啊，那等一下坐上去以后就去大餐厅休息，还是？我不要，我就要去吃饭那间了啊。哦，好，也可以啊，随便。我还想滑。还会有时间滑、啊，怎么了？等我啊！好，你们先走。我就说我最爱你了，他就说好好玩，刚好帮得上。好了，走。哎、欸，你现在点到了手哎、欸。走了。我、哦、反正就滑，就大缆车上去啊，我大概就追过去。你们先走，我很快。啾啾，跟雪碧刷手机的人，预选座位要来选选看吗？他已经
我们 app 了吗？没有，我是用那个。你们先，等一下吃饭再弄啊。我要跟那个耍赖的妹妹开，等一下要跟耍赖妹妹开。嗯。等一下哦。这东西。入境哦，因为 NG 这边。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有哎、欸。进 app 了。二。没有，不是 app。三、二、一，未选起座位。哎、欸，他们都在等了啦。我不用等我啊，下去啊，我冲很快，好不好？好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那我来选。哎、欸，但是有的有被占到哎、欸。快点，是哦。哎、欸、呀、啊，还是我来选，我选九。它是什么飞机？三三。七三八九 K， 我选九 K 啊！这前面的都占走一个了，我选九 K。现在是几个配置的？几个？242，所以是330或者是777。好，九 K 九 J。我马上就来，你们先下去，我很快。整个嘴唇、啊、超痛的。这里我来换爸爸来。那这用手机拍好了。好，我用手机拍。我们只能一平面。好。继续过去拍。我、哦、嘴巴好痛哦。怎样咬到？不是，我刚刚整个皱子这样戳过，有红吗？有一点，一点点。我刚刚用力，没流血然后，好痛。可以吗？斑斑。加油，来拍照，回去给你同学看，快点。好了，来来来，你也去叫定位。你去。轮流。好，班班来喽。好，先帮你拍。我先帮你拍。我来。嗯。好了。莫勾一下，勾一下。勾什么勾？啊。我的手，我千斤重。那、啊、你呢？别再跑。来，一、二、三。哦、然后再换很刀，多么好！一、二、三。嗯、啊，然后板板也来了，小电灯泡来，小电灯泡来。跟啾啾弟弟拍哦，快点！你用手撑一下。板板，闹脾气会生气哦。你用手撑一下就可以搬过来。就是手撑一下，然后你等等，你站起来，你站起来，我帮你扶。你站起来，你用板子站。闹脾气啊、欸！你用板子站啦。哎、欸，你用板子站，你用板子站，然后我帮你扶过来，来来，撸过来。跪下，跪下，跪下。好啦。撸过来。跪着，好好，好啦，完成。好。一、二、三。慢慢。比手势吗？等一下，我换直的。帅气，要帅气！你现在学板哎、欸，帅气，帅气！我们俩、嗯、好，那等等，我们这样，周少宇你要另外一边，莫你要另外一边，干嘛？老板，左手短，右手长，快点，快点！你的 pose， 超人的 pose， 这样，对，好，
一、二、三。那你要抬起你的右脚，我要抬起左脚。为什么很累？要拉高啊！我靠。一、二、三。好，换他们家，你们两个不要动。换手。用我的拍好了。我用我的。揪也用揪的。对啊，用都有。好，来。我觉得我快要把我里面撞破哎、欸，我觉得有破哎、欸。要放低一点啊，才有三啊。真的吗？没关系。来，预备，三二一，挥！预备，三二一，要放多低？好，三二一，挥！换直的。换我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都没有变了。其实你刚直拍就都有拍到了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对，好，我拍很，我拍直的，我直的横的我都拍了。好，预备，这样三比较多。对啊，预备，三二一，好。有一个人，好，我来换我，斑马 pose 在这里是白马，白马很大。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好。帮你们两个单独来。刚刚有一个拉有破吗？有啊，破一个洞啊。真的假的？红红的、啊。真的，我真的肿起来哎。是啊。我看。好了，你就撞了一个洞出来了嘛。我觉得这边肿起来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你就因为我刚刚整个这个棒子打我，我有口内炎的，我也有。你用我的好了，你用我的，用你的，用下一点点就好了。对啊，不要吵架。周帅，你不要靠近他好不好？你有用人像吗？没有哎、欸，先正常的，然后再人像，因为也不能全都。好了，可以了。我有流血吧？你再帮我看一下。有啊，就红红的一个洞。一二三，都已经要回家了，然后还弄错一个洞。你将会挡到三呢、欸？会吗？都可以了，都可以了，上下都可以。三，然后换人像哦。好。不是有一吗？有啊。三，不要太远了，拉太近。一，不要二层一层。哦，好。对，哦、你说那个一层。对。一层好像没有什么人像感觉。有啦。有时候没有，因为他招不到人头了。三。等一下要换直的，我觉得昨天随便拍人像真的好看。一二三，有他抓得到脸的话，哎、啊，看一下我的热，翻过来有货啊，就红红的啊，我这里还肿起来哎，对啊是啊，肿到哪里？我在搓，全身上的力量在搓自己的脸，超痛的。你要让我拍一个大的，然后大的在后这样。搬自己，对，搬自己的脚，我也是觉得他叫我搬自己的脚。可以到我吗？快到啊！好贵啊！好了，三、二、一，可以吗？好，再一次哦。哦，不行，这样跪膝盖很痛。现在发现膝盖很痛。为什么后面一堆人？我等他们。背景啊！你要这么多人，我只要我们家人就好。你们是我的背景啊，我不需要别人。他们要一堆一堆跳。好，没要下了。哦，很痛，很痛，很痛。好了吗？好了。有一个人来了。没关系。他喷你血、啊，智障，技术不到，以为喷得出来。好、啊，帮你拍。好了。嘴巴痛。我也要 ，Berry 很会拍，我也要。没有。那天拍还不错，我也要。等一下有人，等一下啊！啊 ，OK。我要。我要抓血。好，转身。那梦你帮我拍，我也要那种就是背影的，然后我要那个谁 ，One Piece 的姿势，快点，梦帮我拍、啊。这样可以吗？这样有帅气吗？猫这样有帅气吗？
这样生气吗？有什么？人小小的在旁边就可以，要大景，人小小的。这样可以吗？应该可以吧。你拍好了吗？我根本连相机都还没拿出来，怎么拍好了吗？那要用我的吗？拿出来了。然后要一张人像的，谢谢。对，要完整的哦，要人像的。完整啊，好了。我看看，人有在右下角吗？啊，还要右下角？我想要右下角呢。再来啊！我要右下角呢。人没那么小。我要再前进吗？我不是说我要右下角吗？右下角。哦，你。我想要这样子，然后我在这里，这样子的框框 ，you know， 我在这里。好，继续。你知道我意思吗？嗯。我要这边的景，不是要这边的树。等一下哦。等一下哦。好了吗？还没。啊？他们很小，应该没差吧？没有啊，在这个过完就没了。再等我一下。都很小，说他们超微小。来，妈咪拍一张，帮你。好了。One Piece 的 pose 吗？好像我在举手而已。对啊，就有没有很大？我想要。好啊，再来，再来。很啰嗦，对不起。去啊，反正也是你走来走去，不是我。可以要一张，我们人像哦。来，好了。一、二、三。好。嗯 ，OK， 你要不要？我不要。为什么？有。没什么。有什么？没什么。我是章鱼嘴。啊，就这样啊。Lisa， 哦，好热哦。到了没啊？我看了。这个就是一辈子的回忆啊。下次再来。你都不想想你，搞不好你。下次我不想再走这条路了。我脚推得太累了。先不拍照，以后都没有。你想再走这条路吗？我觉得刚刚跟着滑也滑不到这。一开始直冲掉了。直冲也冲不了多远，不够。但是你的脚还是有那种一点点拖刹车。来，左少宇。Lisa 来了，换一个人拿好了，不然每次我。你拿，我怕拿不够稳。我拿哦。你拿，我按。啊，在哪里？在这边哦。可以拿后面。就这里。你们如果不要动，就这样子。爸爸，你要在哪里？你就一样集中在中间了。对啊。然后我们大的四个这样就好了。我们在旁边嘛。啊、对，就四个、啊。他们在中间是。对，就在我们前面。想到人家路吧。不会啊，路那么大。来，斑斑，我帮你。这样 Berry 太边边了。不是啊，我们在小朋友板子的后面不就好了？对啊，对啊，你们来我们前面就好了。不用拖啊。不用拖，不用拖。一样跪着的，一样跪着的。一人一边。你要在哪一边？左边呢、啊？好，那我拿。我拿，内侧啊，揪最好的，揪的位置最高。你要这样子，那他们两个这样子不会。等一下，我们平移就好啊。你说他们特变大、啊。来，斑斑，你要在哪里？你在哥哥旁边这里就好了。这里。在我跟弟弟前面。太多了。没有啊，你这样不是比较好走？还后退一点，后退一点。再后退一点，斑斑，再后退一点。面朝右边。好，可以，刚好。好，很好。然后我按哦，你按得到吗？太远，你手往后缩，然后要拍再往前伸。好。开机没啊？太大。好了，不用摆 pose， 就一直拍个四五张就好了。有开吗？我刚不小心把关机。进。好，讲最近了。好了。
我来拿，我来拿，我来拿。我哪有问题啊？啊？我哪有什么问题？好，等一下，每次要按你，按你就这样伸出去。送的太慢了。好了，可以了。好，好，收一收， okay. 准备准备。好，收工了。肉。吃饭。哦，吃饭了。吃饭。耶、yeah。你叫的，要先走路哎、欸，为了吃饭要走走走走。对啊，其实现在是休息。因为我很怕它没开，我们就先吃，然后下午再吃一顿没、欸。然后要吃两顿。为什么会没开？不是，我怕它位置被坐光，因为那个 view 很好，怕别人都先去。他十点那么少，我不管，我要去了，我先去了，你们再来，随便你们。你先走。好啊。滑到底坐缆车上去以后，哎，他那到底要不要背着板子进去啊？不用背着吧，你放在外面不就好了吗？就这样好了，这样起来就好了。好啊，先休息，我们还在穿板子。好了，我好了，我走了。滑到底跟刚的缆车一模一样，坐上去。还要谁？你要跟我走吗？你们两个？好，刚刚的缆车是那个，你要穿好，不要挤，不要挤，穿好，要扣进去。刚刚坐的那一个，脚的下面的也弄好了吗？都够紧吗？都够紧吗？确定一下，有没有都够紧？我自己的速度哦，我滑很快，你们不用管我。我先拉一下，忘记拉了。往前一点，这边白的山比较多，往右靠，往前靠。哼。对，对，对，对。好，你要挡住我，你在我后面，后面啊。我就要拖板休息。呀，没声音啊。很漂亮啊。我刚刚就觉得，花好很漂亮，停下来拍个照。那为什么要翻滚一下呢？我不知道，挡住我的，全部都是。我本来白白的，被他挡住了。对呀、啊，下去下去下去，他们不会要在这里上课吧？你说什么？好像是的。反正。算了，他们也小小的。对呀、啊，很小啊。那我再下去一点，到他们旁边。
你破坏了我的照片，你突然跑出来，可恶。你不要动哦，周少，你就坐在那边不要动。帮你照相吗？要。那这是八方的吧？应该是。八方的最右边。走喽，下去喽。好陡，好陡。不会啦，绕大圈一点就好。不好滑，看到我眼看着他飞出去啊！霜雪吗？我去看看华耀南。
只有板子哦，你自己小心哦，那边危险哦。还好还好，不高，它现在还有一层，所以它捡到了。帮他拿一下。好。另外一只板子飞走了，他脱板然后就炸飞走了。上不去。好恐怖哦！哪里好恐怖？东西飞下去。对啊。那里直冲的话，就可以冲这么高了。没有直冲，只好爬一点。要直冲啊！你看我都没有冲那么高。要冲高一点。这个到底要不要飞啊？要吧，它有一个声音。你听，它有个声音。它没有写几点啊？你看一下。10:50。10:50，那可以了。可以4:30。有啊，有个声音啊。哇，放电机了。好，嗯，走。一个 set 吧，今天就每人一个 set， 就不用在那边谁有饮料没有饮料，选自己想喝。Drink set， 我是 soup set。东西。嗯，那个小动物。有哈，你压住我了，你压住我了，叫我很重。太低了，太低了。这个嘞？太高了。马桶。
车太远了。这个不行，一点点。下面那个不行啊，太低了啦。这个嘞不行啊，不行啊，碰不到了，碰不到。这个也碰不到。这个太高了。哎，可以耶。蹦蹦蹦。天气又好了，很漂亮哦！你看后面的山，很漂亮吧？后面那白白一片的山，天气啊！如果手机掉下去怎么办？没救了，捡不到了。真的捡不到，你跟我拉链很好，拉链拉好没？不，运气好的话掉在有人滑的地方哎。不会，没有人会，大家都在专心滑雪，谁会在地上找东西啊？谁知道要找东西啊？而且你手机一颗刚好是白色的，更难。我有颗凸起来的东西啊。掉在这里根本就。喂。喂。这个不行，太低了啦。这个，这可能可以。喂，那个太低吗？可能可以。太低，太低，太低。要往上升了。对啊。哇塞，哇塞，哇塞，哇塞 ，easy 耶！你看，哇塞。外国人就是喜欢滑这种，但不是外国人，是吧？外国人呐、啊，太疯了！从哪里过来的？不知道哎，可能这边吧。摔下来过？对吗？我觉得风大、啊、或什么，但风大通常缆车就不会转了。一定有人掉下来过。我们要去右边那个，待会这条路上去右边那个餐厅，很漂亮，风景也很漂亮。这边这边漂亮。
你觉得可以吗？可以啊。放哪？放这啊。哎，好，你要倒着放啊。倒着，我想插着。不要插着啊，这里雪不深啊。很深。人形一枚，把手要动一动。雪天使，扶起来。安娜娜，我要让他有人形。好了，一个小人。对啊，小人。有人从这里滑下来吗？滑下来吧。不会吧？啊！哈哈！这里好远，解封喽！哈！快进去！你卡不进来。你的裤子没拉好。啊！哦，没关系。这个时候就希望我穿的是雪板的鞋，雪板鞋，我们鞋有够重的，好走很舒服，那看起来还有很多位置啊，什么位置？位置不是这里啊，哦、不是，我是要去那里，那里在小间、哦，我一直很急，就是有怕没有位置，然后这里。对，这里哪需要紧张啊？这样不可以给他横过去吗？可以吗？我觉得应该可以啊，都是雪，怎么不能走？只是很难走，很难走。对啊，后累死我了，走路真的，你已经很轻松好吧？你鞋子比我们好走啊，这里又很深，不好走。好走。那个人什么都没有穿呢、欸？他就是不是来滑雪的。游客。对啊。哦，累死了。好危险哦！啊，小心哦！
小心地滑。哦呦！很大块，而且尖尖的感觉。酷啊！这边是点菜的，这边找位置。出门啦！对啊，还要坐歪耶，没有位置。外面有位置吗？看完了，现在坐外面好了。哎呦，可爱哦，好可爱！这样把它可以。人坐一个吧。那桌子可以动吗？要分两桌坐吗？好湿哦。同埋佢系冇乜嘢 filtration 都唔使用，好好的。不要碰桌子，不要碰桌子，桌子有湿。啊，我们再去点餐，坐着休息。view 很漂亮，好，坐外面就好了。我们那时候来这里没有开，没开。帮我改一下。不要放桌上，桌上很湿啊。哇 Skyline 给我勾在你的帽子上，反正进去不要，你现在湿的耶，没关系，我都这样子，我知道，但你刚刚放那个很湿啊。我就坐外面吃，应该还好。来，帮我拍一下 view， 拍一下 view。view，OK。